Hello everyone, this is 510.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四篇，带你了解时事，也了解相关英文单字。那今天是12月26号，那我在1月1号下个礼拜会暂停更新一次，要去休假了。那在文章里面讲解过程中，我会讲解单字的长句阅读方法以及单字的记忆方法。那在单字我是独立拍影片就是有普通的单字，那欢迎各位再自行去收看你需要想要学习的单字。那目前第一篇这个已经讲完了，第一篇已经讲完了，目前在讲的是这个第二篇，台北101的跨年烟火秀。新闻来源台北 Times， 台北101 to fire off 16,000 fireworks for countdown， 跨年哦，搭配讲义效果加倍哦，这个讲义的连结放在底下，欢迎各位自行去下载来收看。那这边新闻单字快速总览各位稍等一下，我把我的人脸再缩小一点有了 OK， 好，来第一个是年度的 annual， 那烟火是 firework， 那发射烟火就 fire off， 倒数 countdown。那迎向美好未来这个是跨年101的主题towards a better future，towards a better future。那各位，那个刚刚这个字是 towards 这个字也可以的towards a better future，towards 也都 OK 的那表演是 display， 动画 animation， 主题是 theme 那提振士气drum 是打鼓嘛，对不对drum up morale，drum up morale。那各位，这个 morale 是有额外补充的来 dynamic 狂欢者Reveler 好 OK，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内容台北101 to fire off 16,000 fireworks for countdown， 台北101要去发射16,800的这个烟火要来倒数好像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The annual New Year's countdown show at Taipei 101 is set to fire off 16,000 fireworks over 360 seconds.One of its longest and biggest displays ever， 果然没有错有史以来最长一次那这一句就顺着看过去就可以了。年度的每一年年度新年的倒数秀表演，在台北101 is set to 就是设定要去即将就是设定要去，预计要可以发射16,800的烟火这个有360秒很久呢，6分钟呢，哇塞。One of its longest 它是最久的以及最大的表演这个那个 ever 曾经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最大六分钟很有看头This year's show has adopted the theme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and involves animation, music and a live show in addition to the fireworks and took about 6 months to prepare. Oh wow.这么久。那今年的这个表演采用了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是什么主题？Towards a better future 迎向美好的未来，并且包含了 包含 animation 那个动画、音乐还有灯光秀。In addition to 还有就是 in addition to 就是此外，就是还有的意思。还有烟火，哇，很有看头并且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哇。重炮这个今年是2021年，明年是2022可能是跟222有关系吧好 OK， 好，来下一句台北101 Chairman 张学顺 told a news conference yesterday at the building the world's tallest when it opened in 2004。 那这顺着看就有了台北101的主席这个叫张学顺告诉这个新闻记者会在昨天在这个building building 就是那个台北101那各位后面有逗点所以后面有个补充说明就是在这边。那这个建筑物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当它开幕的时候，在2004年开幕的时候是最高，那现在当然不是了也算很高啦。来下一句长句来 ,We hope to use the theme this year to heal people's hearts.And also drum up morale so that people of Taiwan,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look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of peace, happiness, and merry 2022, Chang said. 好，那这边就是找出形容词。那各位，你可以看形容词会在哪边呢？形容词会在这边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名词各位，就是名词后面出现的介系词。
所以 along with 啊，后面就是形容词来的。好，那形容词出现，我们就把这句把它删掉。那删掉完之后，就是其实也删了一点点而已啦，并没有删太多哦。就是原则上还是跟各位强调一次，其实不见得每一次都一定要删形容词，不见得。你如果顺着看过去看得懂就可以了，你只要看得懂就好。懂了英文哦，我个人真的是强烈建议，不用太过纠结于规则啊，一些文法概念什么的不用。当然有些文法概念你要了解哈，但是你在阅读的时候你懂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大量的阅读哈，尽可能的 read as much as possible， 懂没有？来，所以我们希望哈，去用这个主题啊，今年去治疗人们。哎，等一下，我那有单词啊。哎，哦啊，所以这个删完之后，主词动词跑出来，主词就是人们嘛。啊，动词就是可以看。好，来，那看一下句子有了啊，用这个主题啊，今年啊，来治疗人们的心啊，治愈啊。并且也要来打鼓哈，提振这个士气啊 ，morale。那 morale 这个单字有额外拍片哦，欢迎各位去收看哦。因此，人们啊，什么样的人啊，台湾人可以看 towards 啊，看向更美好的未来啊，有信心嘛啊？要有和平、幸福以及快乐的2022哦。张说，嗯，不错哦。哇 ，People of Taiwan 啊，那。台湾人还有什么人 ？Along with 就是以及还有什么人呢？以及国际社区啊，就是国际社区啊，希望都能够看向更美好的未来。好，下一句啊，哎，就整句了哈，我就不再重复念了啊。来下一句 ，A range of special fireworks displays are to be on show during the 6-minute display, including dynamic wind and heart-shaped fireworks. He added.好，那这一句啊 ，a range of 啊，就是一系列的特别的烟火表演 ，are to 啊 ，be 动词的那个 to 就是中文翻译就是即将，懂吗？即将啊，即将会在这个表演上，在六分钟的表演里面，包含了动态的诶，当然啦 ，dynamic 啊 ，dynamic 啊，会动的 ，dynamic 呆动呆动啊 ，dynamic 啊，会动的翅膀以及新型的。那个烟火啊，他补充说明。下一句 ，As long as the weather is good, the beautiful fireworks will look like angels spreading their wings in the sky, and in a way reflect warmth and hope. Zhang said. 好，那 as long as 是只要了哈，这个中文我没有写啊，只要这个天气好，那这个 beautiful 哈，各位这个美丽的哈，这个烟火。将会看起来像是这个天使。那各位，这个天使在干嘛呢？展开的哦 ，spreading 就展开他们的翅膀在空中 ，and in a way 啊、哦，这种方式就会反映了温暖以及希望。哇，六分钟哦，这个应该看得很过瘾哦。The fireworks show will follow Taipei's New Year's Eve countdown party. I'm sorry 啊，断句断错哦 ，New Year's Eve countdown party.At Taipei City Hall Square, which is to include some of the hottest names from the country'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那这个我看一下哦，对了，这个台北市民广场就是这个烟火将会跟着台北新年夜的倒数派对。好，在台北市的 Hall 就是那个City Hall， 各位其实啊，各位是这样。City Hall 叫做市政府广场啊、哦，我们中文翻译叫市民广场啊、哦。那这个台北市民广场，其实各位你有发现哦，这个有个 which，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形容词再补充说明啦，再补充说明这个地方哈、哦，但是 is to 啊、哦，即将要，懂意思吗？啊、哦、，be 动加上 to， 即将要，包含一些最热的名字，从哪里来？从台湾就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Entertainment 啊、娱乐业啊、最热门的名字有哪一些人呢、啊？我们下一页就会看到。Indie bands, Airplane X 啊，茄子蛋啊 ，and Accused Fire 啊，告五人啊 ，singer and songwriter Arlene， 哇，阿丽你要去哈、啊、，pop rock group 啊 ，Tizzy Bac 铁汁贝克啊 ，rock duo Power Station 啊，动力挥掐 ，and Malaysian pop singer Fish Leon 梁静茹啊，这个赞哈、啊。很可惜啊，这个我没有要去看啊，这个人太多了，还要带小孩，可是很不错啊，这个都是你看像梁静茹啦、阿丽啊，都是动力火车，又是动力火车，我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的歌手啊 ，Are just some of the big names that will entertain revelers
好，那各位这个叫是 indie band 哦，这个叫独立乐团，这个又叫做什么印地乐团啊？各位 indie band 哦，就是 individual 哦，就是印地啊，独立乐团，就是说他没有那个那个叫做那个唱片公司来协助，他就是从拍片到那个广告通都自己来哈、哦。那茄子蛋就是一个，那 accuse fine 哦，各位 accuse 是控告哦，对不对？你如果看的那个。我前面拍的那一篇那个李静蕾那一篇就是 accuse 控告，控告了五个人哦，告五人哦，控告五人。那歌手以及作曲家黄丽玲阿令哦，那这个 pop rock 哦，就是这个那个流行摇滚乐的 TG Back 啊，铁质贝克这个我就不晓得了。Duo 各位 Duo 是双人组啊 ，Power Station 动力挥掐啊，以及马来西亚哦，最喜欢他哦，梁静茹。哦、就是 adjust、哦、只是一些 some of the big names、哦、那些大名字设定要预计要去娱乐这些狂欢者的 revelers。 好，台北 Countdown Party is known as one of Taiwan's biggest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s。 好，来，那下去哦、欸、哦，没有了，好，各位上一句我好像没有讲、台北的这个倒数派对、哦、被熟知是台湾最大型的新年晚会哦、就是12月31号的那个倒数节庆、哦、celebration。 好， OK， 那这个是我第二篇、哦、那同场加映还有第一篇、第三篇、第四篇，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